风霞带豪雨来袭，树木被吹得摇摇晃晃。下秒，画面短暂显示待机，因为真的顶不住了。整个画面往下垂，沮丧低头看地面。在花莲秀林乡和平车站前，这个镜头君掀起网络高讨论。凯米台风这次霞带强风豪雨袭台，台风架全台镜头君放不到，网友纷纷加油打气。自始至终坚守工作岗位，也不忘称赞他们敬业上班。镜头君一线及时直播风强宇宙恐怖画面。去年台东。 三仙台的镜头君一度败给海葵强劲风势，光荣殉职。后来装备再升级，成功战胜后来的小犬台风。这回碰上凯米，网路留言区爆棚，网友也纷纷为他加油打气。只是在傍晚的时候，显示及时影像维护中的画面，网友也无奈感叹又焗焗了。全台风雨不小，桃园机场的镜头君画面同样也很夯，不少人关心飞机起降以及机组人员辛苦执行作业。各地镜头君风雨中。 持续执勤，许多人放台风假，乖乖待在家里，不出门，避免危险。透过镜头軍，均及时转播凯米台风对台影响。